来人生喽，西瓜到顶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在下昼长的时间准时甲张磊到顶来看戏。昨昏三夫人的故事，咱看到在元宵节一日，玉蕊哥甲文平登台后院的殓墓，拍算以后啊，甲老爸甲回相款，在战场顶面杀敌，为国尽忠。但没想到真紧就传来了坏消息，玉蕊因爸仔囝三个人已经互奸臣陷害而死。唔那呢，佮要将家满门敲斩。听到这个消息，对于玉夫人来讲，简直就是晴天霹雳。想到家家世代忠良，保家卫国这么多年，如今竟然落到这款下场。当大家当咧伤心无奈的时阵，张家做大兵来到玉夫俩人，危急之下，玉蕊只好赶紧逃走。李玉夫人甲文平，阁有各家其他家眷，皆被抓起来，并押往大理寺准备处死。本来以为各家人会安尼白白被害死，好佳哉知影各家落难以后，三军都督牛红玉马上带兵来到法场组刑，而且阁要甲这个金贵来理论。牛红玉万岁啊！最后努力之下，各家300人总算是逃过一劫。但死罪可免，活罪难得。我家大岁皆被发配充军。那故事发展到这，究竟我家人是不是放顺利的拼过一劫？够这个金贵哦，就安尼会放过因吗？我蕊又到底倒去倒落落？话唔计讲，精彩好戏，咱继续来看。冰老爷，时间无早，该发配行刑咯。哎，知啦。阿夫人啊，这时间无早，该行咯。哎，哦。哦，谢万岁。那个夫人呢？哦，伊伫迄边休息。那下赶叫来，有请啊，个夫人啊。个夫人啊，这娘万岁看你来啦。娘万岁，现在哪里？就在这里，牛万岁各夫人姐姐娘啊，大家无功，
万岁。发挥阴冷，必将男人禁锢。那查夫人必定要报杀父之仇，那请放我岳家甘休。哈，真好意，你这个恶贼！表边，岳家尽忠不惊死，我决定前往南陵请罪。
谢娘万岁，大你的大金。姨娘啊，如此讲来，我就气不得，只惊金身报告是无望啦。平姨，你就放心，等太期满，再去姨娘，军营也未迟呀。万岁夫人啊，时间无早，该行啦。既是如此，那就请各夫人准备起行吧。万岁，恭喜了。用恁这个和尚甲夫人，天公阴暗，那是有风吹草动者，速速回马前来通报。天意出去，七路八乡，你无连麦叫唤，你就代替为娘。多多照顾你母亲就是呀。出玉会，来四挂娘家，黄家宝，今就将上一礼，见出玉会，祝见姨娘。多谢姨娘。万岁，请回吧，甲夫人，路途的不平啊。Thank you.
你为何画面超扬？上帝怪不好，哦，你变了，下不好，不好，皇帝出犯出外大啦，在中朝中传来消息，共那个恢复中等人，已在洪波殿出飞了。哦，情有错数，不好啊！风华迢迢飞红天，万步万来添作仙，家徽已是小我贤，海里再搏破一线。王子啊，不好！娘娘，金先生派的赛求见。哦，来的恰好，团衣请见。是，有请的赛大人。哦，一了。红娘比比林，当王计不行。第拜书信就叫做参见娘娘千秋，免礼受奏，下奏。我的丢带人告我有何贵事？体谅先公主修草，不是敢回求啊！你怎么这将军？第拜修行上来这边。前来祭奠，多谢金先生厚礼。哎，哪里哪里，嘿妞妞啊，你何处出战呐？小，我已先奉茶杯，交一回毕先生。哦，我的丢带剑，一向苦思剑，是何情哦？下官。一小娘，我是结义兄弟，娘娘请看遍地。既出现地开钱，茶贵金丝。哦，原来是兄弟搞来，失敬失敬。不敢，不敢。不好，皇后你出等何事？王女，快来拜见刁家媳妇。哦，媳妇在先，弟弟有礼了。不敢动，不敢动。下媳妇。哎呀！可惜我们出世就无心动，天伦之乐啊，走
我遐命贵啊嘞，旁伊的出世我遐无伊，天理照将啊，情我心啊嘞。啊，小那个回，原是中年千岁，再一旦变心旁你。哎呀，叔叔啊，你心定难言。朝中大事啊，休说不提。那个回啊，恐惊是假，莫慌失情。果是真情。哎呀，叔叔啊，甲鬼咋就不野心？那心海中几险情，断兵莫慌。困难，一切兵力啊，关掉定。好佳哉呀，是真是想早就发现，去请了万岁十二道金牌，调回灵安，风波亭处死。原来如此，我咋知今次何必当初啊？咦，叔叔啊，你？何处出眼啊？只为是十年前岳飞抽条修炼王，我以为岳飞是国家连枪，不忍加害，一忍再忍，出手出险。我咋知如今我就亲手杀死岳飞，为何不受一位风力？叔叔啊！如今报仇的机会来了。哦，贤弟有何高见？哎呀，这！哎呀，练就体好。贤弟，请讲。叔叔啊，当归不足水送兵，将油加水洒把丁，该旁起三军难进，全部我陪到老丁。哦哦，叔叔当真？当真。好啊，想不到我家要进去。家的三兄门来往鸡对头，我欠帮你归官。只是啊，那刘洪玉啊，心怀不遂，忠肝不魂，反而啊，要派兵火上。那是在多中将伊劫走。哎呦，叔叔啊，你不朽就无望咯。不好，不如。刘海里派兵将往八龙山，将那个家家官擒回本罪，如何？意下如何？个家家官乃是条件情况，恐怕你我哪一不敌？哎呦，叔叔啊！朝来官将到你。乱心插手，难难可阻。Oh,
天手也分东西，需要使用个灰，上条我不是，还得我受苦我受苦二十年，金枝红莲把万险，国仇家恨全不清。哎呀，丢好手好。将我八两三，就把个家人掠来给我。是。骑兵将你兵难送到敌难，也就放心啦。起个咯！来，走，现金款通通押回。是，哎，慢，慢来，你啊，家可会知影这乃是发配镇南的岳家琴王，岂容你乱来啊？哼，我不听，这是岳家琴王。哎，阿爹，无，你是啥人啊？南宁观察王查到好这事。哎呀，来，来，阿辉，是。地基处大大，天地何在？安万何在？地势何人？也敢阻挡小王？地家果然啊，甲金平变死！啊哈！唤醒残路，来，追，怕，去！Thank you.
暗天上冷红。为将忠良心必尽，看我去做你代工。你的听到前那人皇好好夸官，哪有不忠？中中接大是来在将个夫人带上是。个夫人啊，个夫人，想不到你也有今日，今日就让你试试本王配兵的厉害。呸！回下一跳，好，今日啊，我就让你试试这批兵的主笔。父亲啊，伊可以打你，难道咱就不能打伊？看打，哈你，连你也唔敢怕我？你皇家嘴硬，还是对你骨了吧？我的母后正在等你家人头这里。你讲什么？我的母后正在等恁家人头接恁。父亲，父亲，恁听当官的人好。努力，努力，努力！
来做妇女。小王，我哩，你千万不可落梦啊！不亲。快将金兵小姐呼下一滴努力啊哎你啊啊我说你啊替我无烦来接兵你不该大兵来掠伊对不输心无功利，表弟风华好结冰，变大武林太不该，即将引兵太太难，家家敢将厉害，一朝之朝应该家来亏啊！多谢夫人不杀之恩。茶王请起，茶王啊！不该多梦见有酒怪罪，不料比酒为大亏。
千万不可。想不到比鬼光任凭仙与海，为数小梦里海动起多病来，再不念将秋欢流传何代，秋花真将为国春丽将应该。精彩的三夫人今日就先播送到这。这个甲夫人其实一直个明白讲啊，差家人嘛是重量之数，只是互受魂蒙蔽了目睭，所以才会互奸人利用。为了唔互受魂一直延续落去，甲夫人再想出一个对策。那究竟茶王是不是明白甲家人的这个良苦用心呢？明日要为观众朋友们播送的就是三夫人精彩的大结局了。剧情的发展也是愈来愈紧张，愈来愈精彩。想要知影故事的最后如何发展，明日中午十二点，会记得准时的来锁定的本文时，关注到底来看戏。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咱明日再会。